有一个粘人的弟弟是什么体验？当弟弟犯花痴时，你轻轻一个，滚！한결편안해지고했어오늘밤에도왜가떠있어줘서좋은꿈에번지를했어요즘새벽에는소음이늘었어왜냐면너의색깔은 blue 새벽에떨어져버린 blue 하늘이파란색인 you 너에게 so I can see the last last night170和190同框有多难？小矮子，帮你讲。吗？最后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大洋，好像天空。